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兄妹》，我主持人安娜黎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了《复仇者联盟》这部电影啦？里面的那么多帅气又勇猛的超级英雄，你最喜欢哪一位啊？什么？你觉得不够多吗？没关系，那至少这一款 Marvel 漫画英雄里面呢，会有8000位的英雄登场，怎么样？够多了吧？我们一起来期待游戏赶快推出吧！今年全球最热门的好莱坞电影，当属集合美国 Marvel 惊奇漫画旗下的漫画英雄共同演出的《复仇者联盟》最为轰动喽。而集合包含钢铁人、雷神索尔、美国队长、绿巨人浩克、鹰眼、黑寡妇等英雄齐聚一堂，为了对抗邪恶势力而组成的超强战线，真是让人热血沸腾。而《复仇者联盟》不光对电影发烧，也对其他产业造成了无限的商机。首先，乐高玩具就宣布与 Marvel 惊奇漫画合作，推出《复仇者联盟》的乐高组合套装，玩家能够自行组装钢铁人、美国队长等复仇者联盟模型，用乐高玩具回味电影的精彩场面。现在《复仇者联盟》还将进军线上游戏，美国 Gazillion Entertainment 的公司就宣布会开发 Marvel 漫画英雄游戏，采用免费制，游戏将集合 Marvel 惊奇漫画这70年来超过8000位漫画英雄人物，展开史上最激烈的对决。不止《复仇者联盟》电影里的人物，包含蜘蛛人、X 战警、惊奇四超人等英雄全员大集合，相信会是线上游戏界的超级大震撼哦。